一般这种小型的酒店呢，它所提供的服务会更休闲一点。今天我们来到了北京的瑰丽酒店，郑志文所带领的团队，这酒店的管家提供什么样的服务？跟着婆婆好奇去。因为我是在网络订购的，所以呢，我根本不了解要怎么 check in check out， 所以我现在先在柜台这边 check in。对，哇，这个门好沉哦，它感觉上就是很有质感呢，这么重的门，太棒了！啊，我们进来看看啊，我们 upgrade 到 Manor Club。小饮料可以无限享用，有点可惜，如果它有智能版会更棒，所以我们就要靠这个来操控了。那一般的话，现在比较高档的酒店呢都会提供智能版，所以在床上的话就可以直接操控。这是另外一个空间可以使用哦。哎呦，速度那么快啊，谢谢你，谢谢你，要给你小费哈。对，请问那个我们是有管家配备的，如果我们需要服务的话要跟谁做联络呢？有管家服务的话打铃，打铃就可以跟管家服务了吗？对，你然后让管家过来之后，你说管家，哎，我怎么怎么着了？啊哈，然后他就会全程解答您了。所以管家他可以帮我们做什么样的服务呢？就是我们要订车啊，干嘛？对，他都可以跟你去办。哦，是吗？那我们衣服要送洗的话拿给谁？你到时候你跟管家说，管家会给你安排。这个 walk in the closet 空间还蛮大的耶，所以呢，我有四件行李放进来就很方便。这个可以当气了。一进去它比较大，然后你可以一直往里边走，里边还有一个台阶室，然后右边这边还有一个阳台，可以抽雪茄抽烟。这24小时可以进来，早餐还有下午茶，还有下午晚上的 cocktail 可以进来喝酒，那也可以吃一点小点心。这后面啊，服务人员好多、哦。刚刚我出去的时候，这边还乱糟糟的呢。这有管家真的就是不一样，每一次我出去回来房间他就把我整理干净了。你要干洗的吗？啊，谢谢。听说这边的游泳池呢还蛮舒服的，而且有一个山路，我们去看看。进来蛮优雅的、而且那个清新的味道很舒服，它这个味道是马上放松了。我们接下来有请介绍了啊，先带你们介绍一下。提供枸杞跟红枣的养生茶，那反正就是放空，然后往天空看就可以看到金广中心的大楼。你发现他这边给的东西都还不错，你看这是他的梳子，梳子是这么好的花的体，不错，就像一般的大梳子。他这边有好多你想要的东西，卸妆水、爽身粉、提醒提供他们本身的水，还有苹果。才这边待几个小时，我发现太有爱了。那您说这边是提供什么样的服务？居家风格。这边的 cocktail 呢，提供小小精致的点心，还有线条的鸡尾酒。我煮担担面吗？这边有提供一个服务，就是这附近3公里都可以，对，请司机带我们去。我现在打电话试试看，看到底这个服务项目有没有。这
好，不客气，拜拜。这服务真好哎，好客气哎，打电话来了耶，我们来看看啊。喂。喂，哎，你好，女士，您是现在走吗？就是刚打电话要求，现在帮我们做安排哦。麻烦你帮我安排车子。已经好了。哦，现在还好。现在先走吗？这就是他们酒店帮我们安排的车子。这出来北京夜晚真美呀、啊！我们坐的酒店帮我们派的车子来到了 SOHO 上都。我好兴奋哦，要来智慧餐厅海底捞。待会机器人也上车吗？可以吗？我好期待他过来。这位哥喜欢吃。很高兴为您服务。上车呗。我感觉上好像在搭 cruise 哦，只要我们一出去一回来，他们就把房间给整理干净了。这个服务呢有提供房间的 room service 还有那个现煮的咖啡，可是因为我怕在房间吃饭呢有臭臭的感觉，所以我还是决定到楼下去吃吧。我们今天就先到楼下来用餐，到一楼。一楼他下午的话，我昨天发现他下午好多客人哦，因为他们来这边喝下午茶。那因为昨天我们是在七楼，所以比较安静一点。可是我们早餐的话，我们现在还蛮早的，那所以来试试看他们的早餐。这是开放式的厨房，我就吃美式中式结合的，这个叫什么饼？煎饼。哦，煎饼。对，一般之前的话，一般就叫那个煎饼果子。这边就是很安静的，就是完全就是可以感觉是这边的住户，所以用餐环境很单纯，那选择性也蛮多了。虽然刚刚我们在楼下用过早餐了，但是这边七楼，瑞格还是可以享用比较私人的早餐。这个是英式的早餐，英式都是吃这种，然后会弄这种铁锅子。刚刚我们楼下也有，但是楼下都是那种小小的锅子，更好。这个也是我的最爱，新鲜榨的柳橙汁，哎，这个我就要表扬他们了。我昨天才来，今天又来，那因为我喜欢喝 sparkle water， 所以他今天就帮我主动倒了。这四人空间还有一道。这边可以下下棋，那有一些消遣的活动。那这边可以包一个空间，私人会所。那两个小时可以跟柜台他们做要求。那这边的话就是可以招待朋友来啊，也是蛮舒服的。那这边有撞球可以玩。谢谢。现在我们到金华，金华 Michael Jackson 曾经在那边待过。那它的价位会比中国跟东南亚高一点点，所以如果你们可以选择在东南亚或者是中国可以享受管家的服务的话，你们同样的品质，可是价位会低一点。有管家提供的服务呢，这包含24小时可以使用他们的瑞格，有两件招待的衣服，那到行政客房休息那是24小时的。那主要是在这个地方呢，它比较没有人潮，它的游泳池、健身房都是不需要跟人家人挤人的，包括用餐的话没有所谓的那种很大巴进来的观光客，它是已经收取那个服务费了，有私人的司机，还有就是 check in check out 都可以在私人的空间。如果是名人的话那就很适合了， check in check out 的话对我来讲也是到柜台也是很方便的。那整体来讲呢，服务真的很好，甚至你没有他们的 butler 的服务，在贵丽已经可以得到很棒的被呵护的感觉了。有想要享受管家的服务的话，我倒觉得东南亚还有就是中国的这些价位呢都比较合理。那同样的一个享受的程度呢，你如果到欧美的话，这些价位是不得了的。摩洛哥他们也是常常会提供像管家的服务，那就是有时候你可以把他们一整栋的民宅租下来，他们家里也都会配一个管家。来到这边记得不要这么匆忙，就
待在这个酒店里面可以好好的休息，那让自己犒赏自己一下，才发现啊，其实我现在每天在家里做的事情，我就是那个专业的管家了。这次在桂丽门充电的，就让我深刻的想到，实际上当一位 butler 管家，我要跟我们的家庭主妇们致敬，因为每一位妇女每天在顾小孩，当小孩的司机，一喊妈妈就来了，那就是 butler 在做的事情。偶尔出来放松一下，犒赏自己。酒店太舒服了，舍不得睡了，你也可以来尝尝看哦。